花木，千雪，你当真以为这么容易就杀得了我？你来做什么？自然是新帐老张一起算。 一片真心，没想到你却这样对我，你和这些要杀我的人有什么区别？千雪，你听我解释，那天你给我闭嘴！这天下的人都想得到赤炼武，根本没人值得相信，但我始终没有想到，最想置我于死地的人竟然是你。如果你要杀，便杀我一个人吧。你真当我不敢是吗？ 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，要杀，便来吧。 千雪拔，我留你性命，你却得寸进尺，蚕食太阳。现在后悔也晚了。花木，如今你我必须联手，解救天下苍生，拯救太阳。如何拯救？将千雪拔引入不周山祭坛。
你就受伤了，不能再战了。你是应该恨我，但是你不能连累天下苍生啊！所以你就要我的命吗？ 你怎么样，千寻？你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 真的好希望那天在悬崖下没有遇到过你。那日，就是花木替你求情，才留你一场赤莲火，没想到，你却蚕食了太阳。什么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那日是我附在花木身上。 为什么不告诉我？